因为打电话说又有人在我理发店门口放了一狗，咱们现在去看看去。我真是醉了，真是的。你看，又有人在我门口放了一只狗。别吧别吧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天呀，真是的，这大你大过年都过不好。来来来来，吃个肉干吧，来，看吃不吃？哎，我这理发店，说真的。这真是我真是醉了，真不知道说点啥好了。天哪，怎么不吃肉根啊？那不可能又是不可能生病的狗狗吧？哎，这是我理发店门口那只狗狗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已经把它接回家了，接回家。现在这个家是我们。自己这个楼房里面啊，这里面开的是地暖啊，开的是地暖啊，狗狗也不冷。这是狗宝宝也在睡觉啊，把咱们现在分开了，把咱们现在分开啊，分开。庆幸的是啊，拿回来了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啊，外面现在又下雪了啊，下雪了。说真的，如果这只狗狗的话，没有人给我打电话的话，这只狗狗就丢到理发店门口的话，它这种天气它是活不了的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你看外面的雪。下的也不算小啊，也不算小，所以说这是一只幸运的小狗狗啊，这只幸运的小狗狗，就给它取名叫初二吧啊，因为它是初二救的啊，就取名叫初二，啊就取名叫初二，啊也算是幸运啊，胆子小，你看小眼睛眨巴眨巴的看着我，但是它偷着吃东西啊，它偷着吃，它都偷着吃东西。他都偷着吃东西，别怕别怕别怕啊，别怕小狗狗啊，别怕啊，哎，你看其实长得也挺好看，这就是我们民间的大黄狗啊。他还是胆子小啊，慢慢来吧啊，慢慢来，他还是胆子小。他醒了，他看着我，来，待会儿来，起来，来摇摇尾巴，来，摇摇尾巴啊，摸摸你啊，别怕啊，啊，这只小狗狗你看多会玩啊，自己多会玩。把它放到我家的飘窗上去了啊，给它用棉袄包起来，你看它就看着我摇着尾巴啊，给我摇着尾巴。给我摇着尾巴啊，我给它放点火腿肠，它也不敢吃。来，再给你放上一块，来，快吃吧啊，别怕啊，快吃。他就胆子小啊，他的胆子就是小，他没有别的啊，是吧？还是不敢吃。刚才让他喝了些水啊，喝了些水，他不敢吃东西啊，胆子太小了。别怕哈，哎，别怕哈，哎，他想吃。
他想吃，你看他想吃，他不敢吃。行，我走吧，我走了他就敢吃了。那我走了哈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小乐啊，又来给大家更新视频了。这只狗狗啊，就是大年初二的时候被别人丢在我理发店门口，丢在理发店门口啊。它胆子可小，但是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，它能吃能喝的啊，能吃能喝的。你看鼻头也非常的湿润啊，都已经吃完了啊，都已经吃饱饭了啊，都已经吃完了。然后呢，一个好心的姐姐啊，一个好心的小美女要把它领养了，它一会儿就来了，一会儿就来了。这现在胆子小啊，现在在我家楼上，在我家楼上开的地暖，我把我这个棉袄给它包着，给它包着，它不冷啊，就胆子小。这个领养人也挺好的，咱就早点让它领养了吧，早点领养，早点去适应，新环境啊。做了各项检测啊，来看一看啊，等一会儿那个小美女就过来了啊，别怕哈。又给你找个好家啊，给你找个好家啊，别害怕啊。哎，还在放呢，别怕啊。哎，打谎啊，别怕啊。别怕啊。哎，